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铁甲将军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为什么不刚才一块儿送呢？这一趟一趟真是分三次啊、刚才有一个男同志啊、那个小月，我没有礼物，我就想跟你握个手，很委屈的样子啊、感谢每一位朋友。其实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对，我们不求大家送礼物，是因为这些花也带不走啊、即使可以带走，过两天它也凋谢了。 对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，赚钱都不容易，对，本身票价都很贵了，对不对？票价贵不贵？是，票价很贵，票价不是我们定的啊，演出商定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这个像后面的朋友可能便宜一些。行啊，别说这得罪人。但是大家的心情我们知道，对，理解啊，都是来听相声，就别花钱，哎，千万别再花钱。对对对，送礼物我们不收礼物了，往后、啊，不让收礼，现在啊，记住了，以后不许花钱买东西啊，就直接转账啊，那个。要是传销了，你有点啊！谢谢，感谢大家啊！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地理图》，哎，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。贯口。有的朋友说，什么是传统的相声呢？哎，您说说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以解放为界限。是啊。啊，49年以前的节目，算是传统的相声。老节目。49年以后的，我们创作的啊，叫做新相声。对。啊，刚才这位二位，《地理图》逗哏的这位叫李云天。哎，对。我们都喊他李根。李根、啊。李根，口齿伶俐。嗯。我们后台基本功最好的台柱子，刚才捧哏那位是石爱东，石老师，那是9年前我的搭档，是啊，啊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一起合作，啊，后来跟他在一起合作之后，逐渐的这个是吧，日渐消瘦啊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，还是我们俩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，哎，这样的舞台对我们来说，钱都不够你挣的了，挣什么钱了，真忙这玩意儿还。第二次出现在舞台上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继续把相声奉献给大家。是，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，这是好事儿。好事儿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研究相声，他爱这个，喜欢说相声。嗯，刚才说年轻的相声演员，其实我岁数不大，是吧？我今年30岁，30啊。你说这玩意儿，说实话都没人信。33岁啊。真的我是85年，他是79年。嗯，刚才我后台算了一下，我们俩加起来99岁，99岁。各位，您等会儿不对啊，这账不对，嘿，虚出去20多呢，怎么了？您别胡算，70多，啊，70多岁，70多啊，我们俩加起来73啊，70多岁，像一个艺术家的这个岁数，是，但是我们是两个人，啊，对不对？就没说别的。继续给大家奉献笑声，年轻还是年轻一些。孙老师这个人呢，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。有的朋友说，那你岳云鹏，你说相声是为了赚钱吗？是吗？当然。裤裆着火。哎，行，当然。您这火还没灭呢。不是，人家孙老师啊，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。我怎么玩儿？我玩儿，哎，那我以什么为生呢？以什么为生啊？家里有钱。我吃老家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后台发工资，嗯，有时候我们师娘给我们发工资，是啊，来领钱了啊，嗯，每个人签字拿钱，拿现金到孙老师这儿，孙越给您的工资，嗯，我不要，我怎么这么三清的呢？我不要，哎呦呦呦，我说相声业余，我说相声什么叫业余？我说相声是为了玩，哎呦，我家里有钱，给你拿着呀，就是这么拽，哎呦嚯，可是。再有钱，朋友们也有吃完了花完了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人家家里头有一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。我们家有这宝贝，聚宝盆。您啊，嘿，太迷信了啊！没有，那都神话里的。那现在有，过年每家就买一个那个塑料的那个做的，跟顶似的，完了上面就是元宝啊、铜钱，全是塑料的，聚宝就是个彩头。有，还演呢。还演呢？什么叫还演呢？演什么？我没演，我演什么了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没有，我家里头，我哪是家里？怎么了？卧哪？你训狗呢你？我还卧那儿，我卧下子了。你们
呦，就没有聚宝盆，你没有见过？没有，我们家哪有这个？没有，我见过。你，我们家，我都没见过。你见过？那当然了。你怎么见着？我都没明白过。是这么回事，前些日子呀，啊，我上西单去旅游，正好呢。那叫旅游吗？那个逛街，哎，买东西正好路过他们家。我们家住那边。我一瞧，这是孙宅。嗯、对，这个孙宅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孙宅我得进去。我抽你！为什么？你说为站门口骂街？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啊，孙子骂不清楚叫孙宅。哎，这孙宅，你学的还挺像。你干什么？废话，你骂什么街？站在门口那儿。孙府，行了。老孙家，到了老孙家，嗯，这我得进去啊。是啊，瞧瞧我，瞧瞧吧。老没来了，嗯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当里边出了一人。谁？我一瞧，呵，刘大爷。刘大爷，刘大爷，你好。别敲错门了啊！应该孙大爷，刘大爷。你们家没有姓刘的。刘大爷上你们家串门去了，他给开的门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老街坊串门帮忙啊！哦，那行。不，刘大爷，嗯，你好啊，嗯，好久不见。是，你是我，您都不认识了？没认出来。明星？哪明星上西单旅游去？好好说话。嗯，弄死你啊！这么大脾气？我小岳呀。小岳。岳云鹏。哎，刚才我就看你眼熟。逗啊！嗯，什么明星？大明星，知道吗？哎，怎么自己改词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本里没这句。什么事儿？我呀，嗯，我来看看孙悦在没在家。啊，瞧我，他没在家。哦，没在，出去了。你回去吧。怎么替我们家逐客呢？不是我这么大明星，你甭没有这句了啊！您撵我合适吗？轰你走啊！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说我孙大爷在家吗？啊，我父亲。我瞧瞧孙大爷。瞧瞧我爸。找他干什么？找我爸，他怎么不乐意了？是，我说我看看他呀。嗯。哟。行吧，这刘大爷怎么了？说着话，把我领进屋。啊，进屋了。来到你父亲那屋。啊。进屋一瞧 啊，你父亲正穿裤子呢。我爸不正穿。我瞧呵，大爷。哎哎，我还挺白。有人。我爸不白不白跟你有没关系啊。你上我们家串门敲门，刘大爷开的门，还轰你走。你一进屋，我爸爸正穿裤子呢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俩人干嘛呢？你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是，你想多了，宋老师。我还没敢想呢。你千万别想。我现在也是猜测。没必要猜测，他们呀，他们两个人在玩呢。我就怕猜对了。不是玩什么？什么叫玩呢？不是一说玩，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谁开心了？哎呦呦呦！你等会儿，不是什么叫我玩什么玩什么？怕这个、玩棋，有点下棋。行，他们俩玩棋，他们俩正下呢。哎，不，你知道吗？下棋，他们俩正下棋呢。水子那玩意儿，你父亲呢？啊，输了。他们的赌注是什么呢？谁输、啊、谁脱一件。俩老头加起来快140了，下棋比赛脱衣裳啊？怎么了？这么冷天再冻着怎么办啊？多好玩啊！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这个，那老头闲的吗？这不是？我说，孙大爷，挺好的啊。行了，记着。我打谁呢？这不是那个？你要说大明星，我抽你！我告诉你，这不是那个小月吗？小月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嗯，嗨，我来瞧瞧您啊！我瞧我父亲孙悦没在家，我进来看看您。您怎么样？身体挺好的？挺好的啊，挺好啊。你回去吧。哎，这俩老头什么毛病？这是？我一瞧这干嘛呢？喂完我走。哎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！我听说你们家有一聚宝盆。我听说的，只是听说，但是没有见过。是啊。这会儿突发奇想，怎么呢？跟老爷子说一句。我问问这事儿，大爷、哦，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聚宝盆、啊，有没有啊？没有的话，当我没说；有的话，您让我开开眼。我岁数小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哦，您让我瞧瞧。就没有。话音刚落啊，再看他父亲，怎么呢？当时脸儿唰、掉地下了。这我爸爸还戴着面具呢，这怎么着？
什么叫脸掉地上了？就掉脸了。脸好掉了，变色了。脸变色了。啊啊！听谁说的？是，我说我也是道听途说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但没有，没有，行吧。哎啊，这也就是你，什么换别人都不行。今儿大爷让你开开眼，还换别，那就换我都不行呗。大爷让我开个眼，吓我一跳。我说干什么呢？这是，正说了，孙大爷说了，那什么，老刘啊，你先回去吧，走吧。啊，今天反正挺刺激，改天吧。咱们一起。哎，月伦，用词不当啊，下棋叫挺刺激，像话吗？下棋是不是挺刺激的？不，跟打牌一样啊。不，这赌钱才刺激呢，不赌钱就开心。行，玩一高兴。老刘，嗯，那个什么，你先回去吧。嗯，今天玩的挺开心啊。那今儿是我爸爸占便宜了，改天咱们在一起玩耍。哎呦，行，刘大爷，再看老刘一脸的不情愿，那吃亏了，那没有办法呀。是啊，提提裤子走了，知道吧？都什么毛病？这俩人走了，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了一个密室。什么叫密室啊？就是一个秘密的房间。哦，就隐藏起来啊。哦，锁着门呢。废话，挂着一把锁。哦，一把锁。哎，说着话，他父亲从兜里掏出一万多把钥匙。一万。你等会儿，一万多把钥匙。对，那老头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一站起来裤子没跟上吧？不是，你跟你说相声怎么这么有画面感呢？这废话，一万多把钥匙，好几百斤呢，这都围那么多钥匙干嘛？这是一万多把钥匙，好家伙，坏了！怎么坏了？他父亲岁数大了啊，忘记是哪把钥匙开这把锁了。好，万里挑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父亲很聪明，聪明，挨个试。我爸爸脑子有浆子，这是。别，你看看有没有编号的吗？怎么那么巧啊？这最后一把就是。你打那头试啊？开门开了一宿啊！嚯，我中间买了三回饭呢。你也太饿了你。我就为开眼呢。那是。这中间刘大爷来了四回呀、啊。干嘛呀，老刘？就想跟你父亲继续玩啊。那就行了。老刘瘾还真大，门总算是开开了。嗯，进去吧。是，进去我一瞧啊，怎么呢？我很失望。怎么失望了？屋里头只有一张桌子啊，一个大铁锅，一大铁锅，别的没什么呀。啊？我说大爷，您这有点玩笑了，这哪有什么聚宝盆啊？没有啊，宝贝儿。嗯，宝贝儿，那就是聚宝盆，指着那个大铁锅。我这怎么证明它是个聚宝盆呢？这锅怎么聚宝盆呢？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撸下来了。就那翡翠，翡翠扳指留下来，放到大铁锅里头，放锅里了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啊，再看这口锅怎么了，还有一个扳指。这就俩了，拿出来一个还有一个，拿出来一个还有一个。哎呦，等豆子说不要了、啊、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但是满满一桌子扳指。这是好宝贝呀、啊！当然了，这宝贝有用啊！什么用？你琢磨呀，大年三十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一种馅儿包一个，你还别说，你这包还挺响，省事儿啊。不是，这就只能变扳指吗？我说大爷啊，只能变扳指吗？饺子可以吗？对，先别问了，我问我爸爸去。什么都可以啊。说着话，他父亲从兜里啊掏出100块钱来，人民币变钱，放到桌子，放到那个大铁锅里头、啊、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啊，再看这口锅怎么样，还有一张，漂亮，拿出了一张还有一张，说拿出了一张还有一张，躺在家里说，我仔细看，这个钱花不了。怎么花不了？号一样。我爸爸给印假钞的了，但是他是个钱呐。你一糊涂啊，你别在一个地儿花呀。是啊，老头出去旅游去啊。把这个锅扣过来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这宝贝，桌子上都是钱。我说我爸爸这是个宝贝啊。我说家里那么多钱呢，我算是开了眼了。这不大爷，真棒，真棒啊，真不错。那什么，我先回去了啊，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，改天我买点东西过来瞧您来。出去别传闲话。走吧，行，回去吧啊。不吃早饭了啊！别吃了，您吃三顿了。不是，现在都快中午了。那个，我回去了。行，我送送你。
我说大爷，您别送我，您回去。没有让老头送的，我必须送你。别别，我就这脾气。岁数大的不送我，也是有脾气的人。哎，我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就不能送我。没有岁数大送的。哎，何跟我较劲？我必须送你。我说您回去，你快点回去。干嘛？我就要送你。不，你别让他送。那我回去吧，你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就推了一下，坏了。你推他干嘛呀？他七十了，他都。再看他父亲啊，紧退两步，怎么了？坐锅里了。哎呀！你这给摔坏了，那你把骨再给摔折了，把我吓一跳。你快搀起来！大爷，大爷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推他干嘛？您摔着您吧，说了不让您送我这么大大岁数了，本人身体就不好，七十了这玩意儿，你锅里还有一个啊？哦，大爷，不是这怎么这么大脾气？你赶快扣橄榄土，赶快，又一个。行，二位这边挪挪，哎，还挪挪，哎，您行了，你赶快扣吧，你不大会儿功夫啊，弄一屋子这个哪个，让你妈也着急呀。我妈怎么了？留哪个不留哪个呀？我都送你们家去，我哎，最后我想出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你妈推锅里，把你妈推锅里。什么人呢？这叫挺开心的，今儿晚上他们家开涮，我说谁家有聚宝盆呢？真行，这人看什么急什么？你急什么？我说推你们家，你不急啊？我当然急了。那废什么废话吗？你是捧哏的呀？我捧哏怎么了？你赚的就这份钱呢？我没人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人家说什么了？不是，问题是他祖宗十八代死光那是真的呀。啊，都变推一半半了就不愿意了？啊，废话，这是有什么开玩笑的吗？行了，什么行了？我错了，没错，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搭理你，我给你道歉，往那一套，道歉解决不了问题，把你推锅里，把你推锅里，把你剁碎了推锅里，我告诉你，真行这人。行了，啊，夸夸他们家，你还有这话？你还能夸我们家？刚才说了啊，这个聚宝盆这是瞎说，这是编的，为了逗大家开心一笑。但你们家有钱是真的吧？有钱呢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一张张往外变，对不对？你等会儿，不是还是家里确实是有钱，而且把所有钱都给他花了。我继承？哎，为什么他继承呢？嗯，因为他这辈人呢特别的少。啊，我这辈人少。哎，嗯，但是他父亲多呀。你爸爸多，你爸爸多，你爸爸一屋子。我告诉你，整场都是你爸爸。多讨厌这人。不是，你怎么真急了？废话，这整场都是你妈。我说什么了？还是爸爸多。你别拿这说，你说正经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这一辈人多，不就我父辈人多。对了，咱算一算啊，看我父辈，算算你父辈啊。嗯，你看你有一个大爷，对对吧？你看，嗯，你大爷，对吧？你大爷，是吧？你大爷，各位听出来了吗？有骂街的嫌疑，听见没有？没有嫌疑。纯骂街呢？对，就是纯骂街的。你骂我好几句的。算一算啊，你看，你有一个大爷，哎，对，你三叔，嗯，你二大爷是吧？老哥仨到他那儿就他自己。岳林，岳林，岳林，这叫什么呢？岳林，岳林，你等会儿，我一大爷，三叔还二大爷，这里没我爸爸，我爸爸哪里去了？你爸爸可能在锅里。你爸爸在锅里呢。行，这没我父亲呢，这里头别急，慢慢找嘛。就我能不急吗？我爸爸都没了，我还不急？你大爷，你看你三叔，你二大爷，明白了？明白什么了？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，对不对？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。对，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？干嘛还得四舅母呀？这好说这个。不是废话，就是我爸爸行二，你父亲行二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啊，嗯，你大爷怎么样？没儿没女。是你三叔，嗯，不孕不育。你等会儿，到他这儿，我三叔累了，
您这话说的，我三叔就一人怎么能不孕不育呢？我三叔顶多就是不育呀、啊。不育，哎，明白了，你三叔是不育，哎，对，你大娘是不孕，哎，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。你可以，我们家太乱了啊，关系网我们家这叫。您等会儿，您说错了，嗯，我大爷大娘不孕不育，我三叔没儿没女，没结婚。啊啊，老光棍一个，老光棍到他这儿就他自己，就我一个，这叫什么呀？啊，千顷地一棵苗。是啊，你看他现在 啊比较胖，是他小时候就胖，这叫什么话？这刚出生的时候17斤，大家伙一听，嚯，好像天方夜谭一样，真的，十七，刚出生17斤，顺产。我妈是不是有个奖状写着英雄的母亲？17斤还顺产呢，多少斤？多少斤？大象都没这样，知道吗？17斤顺产，那您对大象了解喽？那是，您等会儿吧，顶多的7斤，7斤，哎，生下来就不小，啊，就7斤，生下来那会儿啊，他母亲怎么说呢？嗯，哎呀，今天有录像的，不好意思说，就是奶不足。那你也说了。你说母乳就完了，对，母乳不足哦，怎么办呢？是他父亲很聪明，是请来了4个奶妈，哦，请四个奶妈啊，哦，就为了让他这个奶水啊足吧，哦，你知道吗？4个奶妈，奶妈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奶来的呀，废话，不带着奶来是给我请的吗？我就喜欢看你这个天真的样子啊！我这是天真吗？我这叫嫉恶如仇。奶妈可不带着奶来吗？4个奶妈都带着奶来的。是啊，而且呢，请来一个验奶师。这验奶师是干嘛的？专门看这几个奶，就哪个奶水啊比较好。那干嘛还请人呢？那谁来？让我三叔来呀。万一哪个就变成我三婶了呢？你还挺像你三叔啊。那废话，孤老头子可不嘛。早上起来，4个奶妈站好了，摆成一排。摆成一排啊，一人发一个酒瓯。什么叫酒瓯啊？像酒盅啊，啊，就是小盅。咱北京酒盅，八钱儿，啊。哎，挤进去。哎呦，您别比划了。行行，表演嘛，咱得真实嘛，对不对？有的可以表演，有的说说得了啊。嗯，挤一下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你不挤怎么出来呢？有就行了，行了，别比划了。有的互相挤，互相奶牛啊。还得互相来，还得他使不出来劲儿吗？行了，可以咬牙。哎呀，我特别想演。然后呢？行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你爱这个，嗯，啊，还有画面。然后呢？就别比划，你说就完了。别比划。挤好了之后，太阳底下晒。晒这4盅奶。晒一层油皮儿，这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毒奶。哦，油皮儿不能喝啊，就是迷信，说这个奶水特别清也不行。怎么呢？清奶。怎么呢？没有营养，没有营养哦。说这里面有黑点儿也不能喝，这珍珠奶茶呀。你是不是喝这个长大的？有玩去你！怎么还有黑点儿呢？里头有的有啊，啊，嗯，泼到墙上，流到地上，这个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没法收回来。哦，没法。合着就这一杯好的，4号奶妈，她的奶水好。哦，4奶妈，哎，嗯，你就喝4奶妈那个奶水长大。哦，特别的疼爱你，是是是，小时候什么都给你，要什么给什么。为什么这么疼爱他啊？为什么呀？父母要他晚，哦，生孩子晚，哎，那叫晚育，嗯，啊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，有他那会儿，他父亲已经90。哟，您等会儿，我爸爸可以啊，要我时候都90多了，三十九岁啊，39岁，哎，那会儿没他难受啊。要孩子，始终没有孩子。终于有一天，怎么样？他母亲做了一个梦，这有什么梦呢？梦见南天门开了，天上，嗯，打里边出了一头牛，牛驮着一个老太太，老太太身上穿着唱戏的衣服，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哦，上写4个大字，什么呀？长命半岁，那叫半岁，百岁，长命百岁。哎，老太太身后头一男一女，哦，一人手里拿一大梭罗蜜。说的密，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孩子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，醒了，转过天来跟你父亲沟通。哎，月玲，就是，沾这种问题以后，您问问我再说，丢人。我说的不对吗？您太不对了，描述的。南天门开了，对不对？南天门是对的，打里边出了一牛，那是麒麟。
郭麒麟。郭麒麟干嘛呀？郭麒麟驼一老太太。我没听说过郭麒麟驼的，麒麟瑞兽。哦，麒麟兽。哎，麒麟兽驼了一老太太，对不对？老太太送子娘娘，怀里抱一小孩。小孩那是我，上写四个大字，那长命百岁。老太太穿着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身后一男一女，金童玉女，一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。还梭了蜜？还那叫龙凤扇。还梭了蜜，举个棒棒糖不好？跟老太太在沾上。还梭了蜜，这叫麒麟送子。麒麟送子。哎，麒麟送子，麒麟送子说的就是您。哎，对了，第二天跟你父亲一沟通，是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。你看看，梦梦相同，多好，心有灵犀。是是是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月啊，你父亲怀孕了。送错了。哎，就这么灵啊？你这别灵了，别灵了，老娘娘送错了。怎么我父亲怀孕了？我母亲。不到一个月，你母亲怀孕了。哎、是跟你父亲没关系啊？有。有太有关系了，我说个相声你老拦着我。废话，你不拦着你我没主了，知道吗？有，跟你父亲有关系。哎，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。不用形容，不用形容、啊、形容什么？你母亲怀孕了。那是，俗话说得好、啊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十个月，十个月应该生产了。是，她十个月没有生出来。怎么没生出来？没生出来。有的人说了 过月的孩子贵如金。老话，她十二个月都没有生出来，一年了。也有人说了 秦始皇十四个月才出生，始皇帝他十七个月都没有出生。我他父亲着急啊。那谁都着急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老刘，你说怎么办？老刘，你等会儿吧。怎么那时候就有老刘啊？老刘，你们家老邻居了。你给我让他走。老刘说，我有什么主意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让你要这个女人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歇会儿，老刘走吧啊！你明儿老刘掺和我们家事儿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嗯，你看肚皮上写的呢，肚皮写什么呢？保质期十八个月，过期不能要啊！嗨，我妈是惯痛，是吧？怎么办？北京城请来四个名医，四个名医，四大名医在你母亲这儿摸索半天，哎呀，这四个流氓啊！请四个流氓跟这摸，干嘛呢？打牌呢，在我妈身上，啊，这拿我妈当麻将桌了。他得号脉呀。你这摸着脉了吗？你寸关尺大方墨吗？你号啊。啊，四个算命的这是啊。没有号出所以然来。这事儿就没号着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啊，四大名医送走。送走。又请了一位九十多岁老中医。九十多。九十多岁了、啊、一定有临床的经验呢。那是太有了。老中医临床啊，我挨着床一坐。哦，挨着床就叫临床啊。好，老中医。嗯、哎。哟呵，老中医。老中医要羽化，这是。您那么开心干什么？话老中医怎么了？这是号出来了。号出什么了？哎呦喂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恭喜您的夫人啊，怀孕了。走吧，走吧，都十七个月看不出来啊！我用你说，用你说，真行，早就怀孕了。对，十七个月为什么不能出生啊？为什么不生？稍等，稍等，还稍等。哟，相声好。算出来了。算出什么了？摸出来了。号出来了啊！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恭喜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令郎。他父亲听怎么着？狼、啊、是白眼的四眼的。是是是。我好怕怕。这四眼白狼，这是什么话？这叫啊，令郎公子大少爷。令郎公子大少爷、嗯、是一个男孩。男孩。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哟，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。哎呦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哟，母子可不能双全。这怎么办？这他父亲听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母子不能双全。对，我都不要了。我老刘要机会来了。你等等等，母子都要，老刘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别让我碰见他，不然他我活埋了他。我真行，母子都要。母子都得要啊。哎，我都得要，都得要，都得要，没关系。嗯，但是您得多花钱。花钱？花钱干嘛？花钱没关系啊。您说花了多少钱？不是，搁现在的话来说、嗯、人民币三四十万。对，就又娶一个是怎么着？什么叫又娶？三四十万干嘛呀？这买药。什么药啊？其中有一位最贵重的药材。叫什么名字？铁甲将军一对防盗门。给我妈捐起来了是吧？说什么呢？不，铁甲将军不是防盗门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什么呀？铁甲将军啊，就是文言文，就是屎壳郎。这是文言文吧？不
不是，这屎壳郎花那么些钱干嘛呀？不好找啊。怎么不好找啊？好找吗？找一垃圾场拿水管一灌全出来了。全出来了。对了，那是普通的屎壳郎。还有不普通的？当然了。哪儿？好东西得分产地、啊、是吗？橘红化州橘红，哦，阿胶山东东阿阿胶，哦，红花西藏藏红花，是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为什么印度屎壳郎？离赤道近，耐热。耐热，赶紧打发人去印度去买。耐热，买了，哎，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，寄回来了，买回来了。哦，打开一瞧，一官老爷，一官娘娘，这什么假啊？这一公一母，这俩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，缺半个腿少半个爪完这钱可就白花了。您这意思是活吞呐？那当然了。多么的艰辛呢，是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，你母亲两个屎壳郎下去、哎、不到十分钟你是咕咕坠地、哎、平安降生啊，这灵啊，当然灵了，这灵屎壳郎下去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，这你才分球呢。